当天首映礼上，邱启明和钱枫两大男主角现身，一上台邱启明就开始热炒柳岩和钱枫的好事儿。这应该炒炒更热吧，那我就帮他俩炒炒他俩这关系。哇，哎呀，他好像也单身哈，你也单身。哎，看我已经帮你们忙了啊。喂喂喂，不对呀，在电影中跟柳岩扮演情侣的可是你邱启明老师呀。听说你很遗憾没有跟我拍到吻戏哦，现在送回给你。呦呦呦，这一吻可是羡煞多少宅男哟。我说爽什么爽啊，就牵个手而已，我说而且还是我强行的，我说娱乐新天地上海采访报道。